神元巡礼披仪二十勾含七佛治世三佛收元六十四代道统名师简介一和盛唐道场文化设计含无极牌坊结网藻井护法神像云宝二铜雕刻原著对联图文介绍含十天干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内容很值得看。广场大门牌楼山门左神光慈辉仁义存心普被愿人右原处真如中和一性道法自然。广场大门牌楼内面文字圣玉贤观选圣道场三千六百圣四万八千贤附注善书有提到三期末节开科选考拔佛子镇大罗广场靠近楼梯处之雕刻黄河龙马赋图易经河图落水神龟贤书易经落书广场东边弥勒园慈心亭含弥勒祖师像金鸡三唱喜心池为无知足雕刻佛像小沙弥像布袋和尚像四物猴像龙孔雀雕刻等。P1 神元巡礼一楼前广场九龙半母图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之秉性等于众生亦各有不同之秉性上天生人天命之谓性等于龙的传人九众多吉数人的秉性各有不同有好人有坏人过去时运只有上等人可以得到中等人与下等人均无法得到而今天道普渡之因缘上中下阶级之人均可得到因而所有众生于三期末节末后依着均有机会回归老母所以无论是上等中等或下等人凡有得到诚心修道者均可回归无极礼天老母的地方但愿兄弟姐妹好好修道以归根认母先天母是先天灵性之母末后依者之宝贵以末后依者席位言名人在此述一番于夫时的还乡道生来死去见当前二末后依者收元大事五教归一五教本同源万法归真空前绝后之圣也三末后依者清浊分明善恶分班玉石分判即在此刻三期末节四末后依者乃千真之敌派万圣之命脉也必须上根上气大德之子方能承受无缘无分者难使信受也故曰根薄缘分浅难入龙华会不信者可不必强传也一楼前原著左一心如运正宗既是一行纲常伦理遍天下心复心弘扬光大如应运如家应运三期末节白羊普渡如家应运不同于和尚尼姑不用遁入空门抛家舍业苦修苦练如家应运可在家求道在家修道在家脱离生死轮回正宗天道乃是有道统传承代代祖师天命承接济世普渡世间一行依天理道德仁义而谓曰一行纲常伦理三纲等于君位臣纲君臣有义君正臣忠父为子纲父子有亲父慈子孝夫为妻纲夫妇有别夫唱妇随
五常等于人人者不杀生，义义者不偷盗，礼礼者不邪淫，智智者不酒肉，信信者不妄语。遍天下，传遍世界各国，迈向世界性、国际性。 P2 目前2002 AD 大道已变形108国58国合法立案，又一亿三圣会命化众和合佛归道，举度乾坤。三圣弥勒祖师、师尊、师母。师尊济公活佛转世，师母月慧菩萨转世，慧命道统天命传承心意，乃应三圣之慧命道统传承下来，化众和合，度化众生要和合，与众生修道要和而不留，与天和其同，与仙佛和其同。佛归五戒等于戒杀、轻杀、谋杀、赞杀、自杀。戒道、强道、窃道、大道、小道。戒淫、身淫、目淫、口淫、意淫。戒妄、妄意、妄言、妄哄、狂妄。戒酒、黄酒、烧酒、白酒、啤酒。道矩、规矩、外圆内方。左二道将东鲁普传一贯会命续新传。东鲁师尊普渡于山东，东鲁等于山东。第十七代陆中义祖师将道传与师尊，主师尊回山东开荒。又二法设西秦大会，三元应运白羊年。西秦师母应运开道于四川，又名西川。未来龙华大会于四川一楼正门。中左道心固守心发之能意志弘真道。中右德行光明义产圣王和中济大同。道德坛之由来，师尊于山东开道以后，师尊心想如何弘扬真理，传布大道，当时至天津、天之渡头、三星客栈，时逢一位算命师名公彭林，师尊叫大师兄道长前往引渡，渡了三天未得渡，大师兄乃回，师尊谓曰：“明日再去，请他把帽子摘下来。”公宝等于吕等于吕先祖，问他看看自己是谁。此时算命师亦会其意，得知自己乃吕先祖转臂士，应运普渡。之后又渡客栈老板张允中。张允中建议至当地道德武学社渡人，随后师尊带三才至该社，该社之人精通文学、道学，师尊及三才道坛慈悲，当时该社有一支重达100多斤天才、仙佛、小孩，现场耍了一套关圣帝君的刀拳，令现场人员心服口服，因而求道，设立佛堂天津道德坛成立。道德武学社内有一名武学师叫杨冠楚，是老子转世。 P3 身六尺高，头像豆，目似铜铃，身似钟，年轻时无师自通，道德经道背如流，求道时师尊仅让其叩拜明明上帝，其余皆无叩拜。道德武学社内另一名武学师张宏斌度化秋红如老前人，得道后前往哈尔滨开荒，租用一间三层楼房，屋主是一名状元，死的曰乌龟吃水穴，貌似神元山一和盛堂九龙朝母，生出
等于乌龟头前后各二，各楼梯等于乌龟前后各二只脚，巧合之妙。当时租用之佛堂乃传说中之鬼屋，屋主言道，若你等安住无恙，即免费租用。佛堂设立后平安无事，时人惊讶，分感道之宝贵，道因而宏图大展。有次开忏悔班，院长大人临坛曰，有冤讨冤，有仇报仇，有命讨命，有债讨债，今日老母不做主，将明明上地图表收起。开班至晚上时分，室内霎时鬼火，狐仙飞来飞去，亦从厨房飞出一把菜刀，于屋内飞来飞去，直至外面栏杆处猛剁一刀，血迹斑斑，是一剁奇迹，于此大道宏展。老母慈悲赐坛名曰心一坛。秋鸿儒老前人渡河宗，好老前人求道，和老前人居住于哈尔滨牡丹市新义根源，时为发展道务，每一位老前人均各取一名，分工合作，共同弘扬真理大道于天下。和宗好老前人取名曰法仪，求道愿闻，愿求法仪大道。民国七十七年，天道合法化，法仪因与发一韩老前人雷同，因韩老前人教和老前人前辈，因而以心意为祖名，以免混淆。和老前人来台，于御史山设立心意中心佛堂。民国五十八年，麻豆中心佛堂成立，弥勒祖师慈悲赐坛名曰一和天坛，今神元山一和圣堂，乃取其前二字沿用，以示天命道统源源传续之意。一楼左边护法，正殿元帅，本属弃天大仙，此次为助三曹普渡幕后依着大事，发心护持道盘，下凡转世为师尊之眷属，称为茂猛师兄，成道之果位为正殿元帅，为先天佛堂之主要护法。一楼右干护法，正殿将军，本属弃天大仙，此次为助三曹普渡幕后依着大事，发心护持道盘，下凡转世为师尊之眷属，为茂猛师兄之弟，个性刚毅不苟，颇具威严，成道之果位为正殿将军，总则三天主考，我们尊称为院长大人。一楼大门三窗，门窗眼睛是灵魂之窗，中门象征灵魂正门，中门九龙至尊 P4， 左右门五龙至贵，九五至尊代表道之尊贵。习俗，中门乃主人家宾出入之门，自信佛当家作主，意欲每一凡夫俗子若能登堂入室，入龙门入圣门，皆可一步登天，无门槛。以前入佛门甚难，门槛高高立，入内须有礼貌，低心下气。今天到普渡，有缘者均能入门，只要有诚心，佛门大大开，有缘快快来。高度九尺九寸九分，未满一丈。意欲人不可自满、自高、自大，谦虚是一美德。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何等自在。一楼大门门环三合一 L 狮头，寺庙独霸一方，不可侵犯，辟邪镇煞，保平安吉祥。二八卦，道教八卦乃调理天地，阴阳调和，天地贵和。天地不可一日无灵气，
人不可一日无和期。三，五之边福，百姓五福临门，长寿、富贵、康宁、好品德，考中命，善终。考中命，善终，八十岁以上长寿，红色丧场挂布颜色。七十年八月零岁中寿粉红。六十年七月零岁下寿白色。未满六十岁腰寿白色。一楼佛堂摆设。母灯无极老母。明明上帝，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主宰天地万物一切之主宰。母灯之火，上帝圣灵真火，表示道脉天命之心火相传，求道时名师引真火点开无声之真明路。净察无极生太极，太极等于阴阳，清阳等于天，现于明明上帝。浊阴等于的，现于诸天仙佛。一阴一阳之谓道，尽天地理神明，献上最至诚的心，意味对天地的礼敬与感恩。日月灯又称两仪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有天地就有日月。日是阳中之阳，月是阴中之阴。日月和其名代表宇宙万有之生机。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二理存于宇宙间。 P5 香炉，众生对天祭拜一定要有之工具，自古就有，表达内心心意之桥梁，又称八卦炉，亦有阴阳两仪四香，包括天地万物，代表万物生生不息之理，无极生太极，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万物由此绵绵而生。所以八卦炉代表一切万物均由老母生化出来，人为万物之灵，代表气天，在此生生化化，在此修炼。旧香而言，代表人的心，献香之前要平炉，意味要平心，要有耐心、细心、静心，把杂物拔除，放下妄想、不平与执着，显现赤子之心等于圆心等于佛心。檀香，肝上理左阳。檀香末，坤下理右阴，代表宇宙之众生。上桌等于佛，桌等于天，天高等于理，求道时由名师指点明路，告诉我们是由理天而来。下桌等于供桌等于的，的薄等于气，点到词，这是真明路，了解还故乡，飘飘在天堂。人求道后能超气入理，意味孝天法地，承上启下。功果一列五盘，象征五行天数五一三五七九的数五二四六八十五五计二十五，为天地造化之数，要合理，所以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五盘。有奉献功果，不敢居功，全数归于上帝之意。八宝母灯、净茶、清浊代表天地，日月灯、八卦炉、檀香前、檀香末、坤上方图、太极天。八卦阴阳调配，代表一切万物均由老母生化而来，生生不息，承载无尽之妙用。落于后天，有乾坤、男女、象卦爻，有阳爻、阴爻，要协调阴阳调和，所谓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期。
在家修等于人道圆满，天道自然成等于协调。太极青色青阳旗，八卦红色红阳旗，底色白色白阳旗，意味三曹大开普渡，所有众生兄弟姐妹应时应运的闻天道龙，覆九之龙，九世吉数众多，属阳干道，飞龙在天，龙可以飞上天，意味众生得道，可能解脱生死轮回，飞升在天，理天。凤，复八之凤，属阴，坤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成就圣业成道。龙凤呈祥。拜殿，一般为六位，一卦有六爻，就拜位交叉就位。叩首时，众生归根复命，人一叩等于命，礼敬老母，诸天仙佛，象征谦虚之精神，低心下气，踏实之精神。佛堂中的每一摆设均代表着神圣庄严的启示，身为天道弟子，置身当中，自然可以增辟六德，开智慧，各个法喜充满，精进修道。三佛，白羊应运不可或缺的仙佛。中位，弥勒佛，白羊应运掌天盘的祖师。三曹普渡的救世主。活佛世界的主人，应学习大慈愿众生同乐之精神，将来成就弥勒净土大同世界。法相起誓慈，不食众生肉，悲愿度三曹众生，喜为效法喜之情怀，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量大度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身为弥勒眷属，当孝而法之。福相，必因一贯弟子有福气，好修道。1600多年树林，原木雕刻。左位，南海古佛，观世音菩萨，掌结盘的仙佛，凭借他历代修来的功德，只要我们有一分善，就可化时节，大慈大悲，闻声救苦，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名副其实，应学习大悲之精神。出生为十七代祖的妹妹，长到盘十二年，辈分较大，左边。600多年树林，观世音菩萨转世，出生于新林国庙庄王之三女，母亲夜梦水果冒出一朵金色莲花，一片耀眼的金光，之后呈现状似佛国西方极乐世界之仙境，塔顶上有颗明珠，映放出奇光异彩，甚是庄严，犹如旭日之光，投入母亲怀中，因而怀孕。怀孕期间，母亲一点荤腥都沾不得，临盆之时，异色良禽飞临后宫庭院，真名如奏仙乐，宫内奇香阵阵。三公主不多时便出生，哭啼声洪亮，取名妙善。又为济公活佛，十八代祖天然恩师师尊，济公活佛转世，在世人人尊称为活佛，就是的活佛。白羊应运掌道盘，应学习行道济世之精神。600多年树林，济公活佛俗名李修缘，其父李茂春，乐善好施，修桥补路，
夫为济困，母亲年近四旬未得子。有日决定前往北天台山国清寺拜佛求子，于是斋戒沐浴三天，以示诚心。夫妻先至大雄宝殿拈香，叩求神佛保佑，次子已接续香烟，后至罗汉堂拈香，至四尊罗汉，忽见神像由莲台坠地，寺中性空长老曰：“善哉，善哉，员外定生贵子。”之后母亲果真怀孕，临生之时，红光照院，异香扑鼻。佛像礼敬仙佛，指引众生借假修真，上发佛心，观效佛行，下照自身，当下体悟如来。大殿三尊佛像是樟木所雕刻，弥勒祖师佛像的樟木树龄1600多年，济公活佛和观音菩萨的樟木树龄为600多年。 P7 以弥勒祖师是和众生因缘最深厚，奉命普度众生而掌天盘，在台湾未光复之前，各庙宇都把弥勒佛安作庙后，但台湾光复后都安作弥勒佛于庙的前殿，因弥勒佛的大愿是愿众生同乐，故名慈氏，所以求道后的道亲就会开始素食，不杀食众生，在尼泊尔称弥勒佛为财神爷，在商殿中的财神爷大都手拿如意、铜钱、元宝。应运现在是金钱的世界，人们一睁开眼，物质皆要用钱方可办事，但在以前的农业社会，没有电灯，可以用油灯，没有瓦斯，可以捡木材做饭烧菜，没有水，可以到井边或水沟取水，所以是弥勒佛应运应世。二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闻声救苦的圣者，因观音菩萨原是老祖师的胞妹，长到盘12年，所以说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在30-40年前到传台湾时，就常听前贤说三灾八难、三奇未结，或许有人会说为何至今结束未到，是不是前贤说谎？其实都是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若是人有一分的善念，就化解十分的灾难，所以才能延长世人生命，让世人去修办道、行功立德，度化更多的众生，灾难就会减少。若结束早来，大家就无法去修办道，也无法行功立德。三济公活佛应运长道盘的祖，今天道传万国九州，借由天命开启我们的玄关，救人脱离生死苦海，所以今天有幸得道，要珍惜这宝贵的因缘。是故拜佛要学佛，不是只求仙佛保佑加寿，祈求功名富贵，要效法济公活佛行道济世，把救度世人当作自己的责任，则世人魔所不度。64代祖师子慧混沌初开，定就十佛掌教，七佛治世，三佛收缘，盖先天原始浑然一团，无声无秀，莫谓谓其名混沌初开，天地始定，乃子慧开天，丑慧辟地，淫慧生人，于是园林落世，灾立人根，私食人寿不分，不能治世，虽有人如无人，不成为世界，至卯会天降佛子治世。
古代天盘天命七佛治世，初佛赤爱佛，二佛生玉子，三佛甲三春，四佛有长根，五佛空谷神，六佛龙也是，七佛祭天佛道在神佛，七佛以后三佛收元，燃灯佛八佛应运，是谓清扬其道在君乡，天命在君王时代。释迦佛九佛应运，是谓弘扬其道在师儒，天命在圣人尊者时代。弥勒佛十佛应运，是谓白扬其道在庶民，天命在庶民时代。十佛统掌，治世圆满。一楼左方，第一代伏羲圣帝，代理佛伏羲氏，大道降世之始，降生西南方，以封为姓，教名殿于畜牧，拜华子得道，仰观俯察，究天地之生理，化先天八卦以示天地之奥妙，为大道降世开山之始祖，是谓代理佛。设天干地支，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设十二生肖为其代表。P 八，属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寅属子时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三年二月四夜子等于阴。二十四年一月早子等于阳，前属阴，后属阳，前脚四爪，后脚五爪。眼属阴，无白眼，目视不远，属眼。寅牛丑十一年三月等于阴，脚蹄二边，有齿无牙，上无齿下有齿。寅虎寅十三年五月等于阳，前脚三爪，后脚二爪，三正二等于五等于阳，无脖子。寅兔卯十五年七月等于阴，脚四爪等于阴，无嘴兽，兔唇。寅龙辰十七年九月等于阳，脚五爪，五爪龙。五等于数之中最吉祥，五耳朵聋子。灵蛇四十九年十一月得一，六之气一等于阳，六等于阴，回归一。五角灵马五十十一年一月三等于阳，龙马精神，自强不息，立睡不卧睡。马蹄圆单一等于阳，五胆羚羊未时十三年一月五等于阳，阳未退，阴未进，公羊母羊均有胡须。五同人羚猴申时十五年一月七等于阳，五加四数等于九等于吉数等于阳，上身属人等于阳，下身属物等于阴，眼红等于阳，红目猴。无臀部灵鸡有时十七年一月九等于阴，前脚三爪，后脚一爪，三加一等于四等于阴，晚上看不见，鸡眼鸡无骨髓。灵狗虚时十九二十一等于阳，脚三爪。无畏灵珠亥时二十一二十三等于阴，脚四爪。肉无筋，人得其全，位列三才之一，为万物之灵长。第二代神农圣帝，神农姓姜氏，亦称烈山氏或炎帝，
教民耕种，造封寺，尝百草，制医药，作方书，拜赤松子得道。 P9 第三代轩辕圣帝，皇帝姓公孙，名轩辕，又称有熊氏、凡书、器、律吕、度量、衡、公事、衣服、器用之制皆始于帝。在位期间治国有法，教民有方，遍访名师71位，后访广成子使得真道者有因福经，阐发大道妙旨，后传少昊、颛顼、帝喾、四父传之唐尧皆续道脉。第四代少昊圣帝，师子君至篇说，少昊今天是明治为皇帝之子，亦于穷桑，日无色，护照穷桑。皇帝训颛顼云：“原有大环在上，大举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大环者天也，大举者的也，法天法的，即可治民。”第六代帝喾圣帝，帝喾，高辛氏生下来就很神奇灵异，自言其名曰最成功是以乐教民，其后代分别皆是中国历代的开创者。第七代唐尧圣帝，帝尧为喾次子，国号唐，观天象，受名时，便立农作，让位于舜，始传心法。第八代虞舜圣帝，帝舜为皇帝八代孙，姓尧氏，父姓至孝，受尧传授心法，禅让帝位，国号虞，是有专官，政教更为修明，让位于禹。第九代夏禹圣王，帝禹姓四低，治水有功，受舜禅让帝位，国号夏，并得受心法接续道统。从此之后，君子成为世袭，传14世，17主禹439年，至桀暴虐无道，天命丧失，为汤所灭。L 楼右方。第十代伊尹圣人，伊尹年少有德，博通古今，贯通天人学术，是有名厨官，掌天下之口粮，是商王朝的开创者陈汤的主要助手，是位政治家，著名的言师。伊尹曰：“禹不暇于不顺。”放太甲于同，名大月，太甲贤，又反之名大月。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故可放禹。禹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第十一代商汤圣王，汤王为帝喾四子之第三子契之12代孙，灭夏桀，镇天下，都伯陈运接演道统，至纣王无道，天命转移，西齐文王接演，青阳齐满，弘扬应运。第十二代太公望圣人，姜太公吕尚。第十三代文王圣王，文王，始祖契，是帝喾四子之第四子，姓姬氏，与商始祖契同为帝喾之子。文王名昌，悟透性理，作后天八卦，发明易理，阐阳道旨，继承天命，后父武王接续。第十三代武王圣王，武王为文王之子，名发，伐纣而有天下，国号周，心法相授，父周公接续。第十三代周公圣人，周公是武王之弟，名旦，定礼制，治理作乐，平天下，接续道统。代幽厉无道为一大变局，道再分，故三教应运而兴，道降师儒，三教圣人承运先后降世，代天宣化，挽救人心。
第十四代老子圣人，老子其父姓韩，母名金夫，运八十年生于李树下，因改姓李明耳，字伯阳，是曰丹，生于楚国成群，曾为周晋王柱下史官，暗中的受真传，发扬道宗，东渡孔子，炫其青牛，出函谷关，西化胡王尹喜，其道淡泊养心，其法抽砍田犁，平去色相，由气入里，已有道德经、清净经等化事，世称道祖。第十五代孔子圣人，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系水金子化身，降生于鲁的，出世鲁，曾访师七位，后问礼于老子，使得真传，周游列国，宣道于天下，其道正交两间入相而不着相，由相超气入理，晚作春秋，山师书，定定礼乐，继往开来，阐发真理，开儒教之嫡脉，传之颜回，复传之曾子，心法相授，一贯相传。二楼左方。第十六代颜回圣人，颜子惠回，字子渊，鲁人，父姓聪明，能文艺之时，得受孔圣心法，世称父圣。第十六代岑子圣人，岑子惠参，字子瑜，鲁人，父姓至孝，受学于孔子，得受心法，述大学，作孝经等书，独传孔门心法，后传之子思皆续道脉，世称宗圣。第十七代子思圣人，子思姓孔，惠及孔子之孙，受学于岑子，得受心法，继道统，作中庸，传孔门心法，后父孟子皆续，世称述圣。第十八代孟子圣人，孟子惠科，邹人，授业于子思，得受心法，游说战国辟异端，作孟子七篇，其说尊王见霸，众人义，亲功利，创性善之说，世称亚圣。孟子之后，辗转地传，忽隐忽显，待至宋朝西夷，首出联络关敏、如周敦颐、陈浩、陈颐、张载、朱熹作等相继而起，真宗赖以复昌，然运不相逢，究未得继续道统，因孟子以前夜以盘转西域世教接演，故宗儒虽然辈出，不过应运阐发道旨而已。释迦世尊、释迦牟尼乃中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十九岁七家后的燃灯佛受记，承运接演道脉说法四十九年，移经者点度世万载，其道只信作佛，直探本源，源扫气象而入理，后世称为佛祖。西域自释迦度大弟子迦叶，单传至二十八代达摩，道脉覆骸中国。第十九代摩诃迦叶尊者，西天第二代，本名毕波罗耶那，父尼居卢陀杰波长者，母名香智，乃婆罗门族的大富豪，居于中印度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不远的摩诃梭罗陀村。 P 十一，记首曰：本来富有法，富了言无法，个个须自悟，悟了魔无法。第二十代阿难尊者，西天二代，姓沙地利，为佛陀的堂弟，富迦毗罗城白饭王，在三藏圣典结集时开悟正果。文殊菩萨赞阿难曰：相如秋满月，眼似镜莲华，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在佛陀十大弟子中被尊位多闻第一。
且女众能依法出家，全赖阿难尊者之力。有记云：本来无有法，无知亦无法，各由须自悟，法自无之法。第二十一代商那和修尊者，西天三代，姓毗舍多，又名舍那婆斯，中印度摩突罗国人，父灵胜，母娇奢耶。佛陀曾行至摩突罗国，向侍者阿难说：此偏青翠异常林地，称之为流茶茶，在我灭度后约一百年，定有比丘以九枝秀草为名，在此的大转法轮，化度有情，果然应验。尊者出生时正应雌瑞香，故用瑞草命其名。传记一首：非法亦非心，无心亦无法，说是心法时，是法非心法。第二十二代优婆局，因同局多尊者，西天四代，赤利国人，种姓为首陀罗，复名善意，十七岁出家为三祖侍者，二十岁正果。记曰：心自本来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第二十三代提多迦尊者，西天五代，原名相众，摩迦陀国贵族，多尊者更其名。尊者闻之，欢喜赞其师曰：巍巍七宝山，常出智慧全回位真法位，能度诸有缘。师亦为之回赞曰：我法传于汝，当现大智慧，今日从屋出，照耀于天地。尊者记云：通达本心法，无法无非法，悟了痛未悟，无心亦无法。二楼右方。第二十四代弥遮迦尊者，西天六代，为中印度人，本系修仙术者，与师有缘，舍术归道，入佛城的或无漏就近果位。刘记：无心无可得，说的不明法，若了心非心，使解心心法。第二十五代婆须密尊者，西天七代，为北印度人姓婆罗多。尊者说：仁者论即不义，义即不论，若你论义，终非义论。记曰：心同虚空界，是等虚空法，证得虚空时，摩是无非法。第二十六代佛陀难提尊者，西天八代，迦摩罗国人，姓瞿昙氏，自小即辩才无碍，过目不忘，十四岁即极目出家，直遇名师皆成衣钵。福密多礼拜尊者云：父母非我亲，谁是最亲者？诸佛非我道，谁为最道者？尊者随即即答：汝言与心亲，父母非可比，汝行与道合，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欲识汝本心，非合亦非离。复心法记曰：虚空无内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虚空故，是达真如理。第二十七代佛陀密多尊者，西天九代，提迦国人，姓毗舍罗，年已五十，口不开言，足不走路，承接师之咐嘱后，便到中印度去弘法立身。为记一首：真理本无名，因明显真理，受的真实法，非真亦非伪。第二十八代协因同协尊者，西天十代，中印度人，其母怀胎六十年，故初命名为男生，因辈分较小，承受心法，便自是我若不通三藏理，
不断三界狱，不得六神通，不具八解脱，终不以至息。如此精进，人人称之为尊者。记一首，真体自然真，因真说有理，领得真真法，无形亦无止。第二十九代富那夜奢尊者，西天十一代华氏国人，姓瞿昙氏，富宝身，乃贵族之子，有次机缘下，其名师。P 十二，尊者问尊者曰：“汝从那而来？”尊者答曰：“我心非往。”师曰：“汝住何处？”尊者答曰：“我心非止。”师又问：“汝不空耶？”尊者又答曰：“诸佛亦然。”师说：“你不是诸佛。”尊者又答：“诸佛也不是尊者。”未记一首，迷雾如影现，明暗不相离，今复影现法，非一亦非二。第三十代马明大士尊者，西天十二代波罗奈国人，又名公胜，初为外道修士，是智聪辩，今复那夜奢尊者度化而成正法。大士问一外道变成的老道士：“你叫什么？有多少眷属门徒呢？”“我叫迦毗摩罗，共有三千眷属。”大士又问：“你善于神通，若尽你神力，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变化成一大海，对我来说是件小事。”大士再问：“那能化你的性海本源吗？”“什么叫性海？我都不曾听过呢。”大士曰：“所有山河大地都本此源头而建立，一切六神通均由此发起的。”迦毗摩罗闻此开示，智慧大开，遂发菩提心。大士即曰：“隐显即本法，明暗原不二，今复悟了法，非取亦非离。”第三十一代迦毗摩罗尊者，西天十三代为摩揭陀国的华氏成人，当初是一外道者，是位非凡辈之人。记曰：“非隐非显法，说是真实际，悟此隐显法，非愚亦非智。”第三十二代龙树尊者，西天十四代是西天竺国人，摩揭陀国之龙族，故以姓龙，又名龙胜，精于显密教法。其一生对后代最大的贡献在于著作颇多，其中以《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等启发后人智慧最多。有记曰：“为明隐显法，方说解脱理，于法心不正，无恬亦无喜。”三楼左方。第三十三代迦耶提婆尊者，西天十五代为南印度人，姓毗舍罗。龙树尊者为度化他而有一则名为波水红然一针到底的公案，尊者了然于心，明白自性圆融而非言说身相所能遇的，后承接衣钵心法。记曰：“本对传法人为说解脱理，于法时无证，无终亦无始。”第三十四代罗侯因同侯罗多尊者，西天十六代是迦毗罗国的人，承接衣钵后绿丹广行教化，最后将心法传给以证无漏者。僧迦难提留下一记曰：“于法干无证，不取亦不离，法非有无相，内外云何起？”第三十五代僧迦难提尊者，西天十七代系是罗伐城堡庄严王的儿子，一出生就会说话，七岁孩童就不喜爱凡俗之游乐，
独爱修行。尊者隐居前修了十年，便遇上了溺水素缘找他的罗多尊者，经一番讨论禅定圣意后，求道而得记依法，记曰：心地本无生，因地从缘起，缘种不相妨，华果亦复耳。第三十六代迦耶舍多尊者，西天十八代摩提国人，姓玉头兰，父天盖，母方胜，身体本具有清香味，幼年说话语经众人，非一般幼童可比。有次殿内铜铃响。 P13 其师僧迦南提问尊者：是铃在响还是粉在响呢？不是风响，不是铃响，而是人的心在动呢。那心又归于何处呢？心本归乎寂静的。其师云：善哉善哉，既无道者，非你为谁的剃度具戒受为一组成人。既曰：有种有心地，因缘能发萌，于缘不相爱，当生生不生。第三十七代鸠摩罗多尊者，西天十九代为大月氏国人，道基根深又善法理，被诸天神尊崇为导师，为了继承祖师缘故而降生，自遇到十八祖迦耶舍多的度并继承祖师，其一生均以破邪显正位己任。既曰：性上本无生，未对求人说，于法既无的，何怀觉不觉？第三十八代舍业多尊者，西天二十代北天竺国人，智慧聪颖过人，承受师父慈氏法喜，深慧忠心，得闻真理忠诚从上以来之顿教一波，从此进行受去，代导众生。既曰：言下何无生，同于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达是理尽。第三十九代婆修盘头尊者，西天二十一代系罗月成人，姓毗舍屈，父名光盖，母名延一，家父本无子，父母祷求子嗣于佛塔，专修头陀苦行，不倒单，不卧睡，为世人敬重，弟子颇多，人称变形头陀。既曰：泡幻同无碍，如何不了悟，打法在其中，非筋亦非骨。第四十代摩拿罗尊者，西天二十二代是那提国王常自在之次子，是一神力大士出家来继承圣位，后传法赋于月氏国赫勒那尊者。既曰：心随万境转，转处时能忧，随流任的性，无喜复无忧。第四十一代赫勒那尊者，西天二十三代系月氏国人，属婆罗门种姓，父名千圣，母名金光。尊者出世来常感群鹤恋目，故以此名之，能教导鹤众，正得道果，将如来正法演藏付主师子尊者。既曰：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了了无可得，得时不说之。三楼右方。第四十二代师子尊者，西天二十四代为中印度人，属婆罗门种姓，沉寂衣钵后至寂宾国，该国之信仰大致有学禅定、知见、直相、舍相、不语等五种，均不究竟，尊者亦为之破迷解疑。既曰：正说知见时，如知见具是心，
当心即知见，知见即于经。第四十三代婆舍斯多尊者，西天二十五代，系季宾国人，种姓属婆罗门，父名季行，母名长安。诞生即左手一直握拳不放，直到遇上狮子尊者归还明珠，手才自由展开，了结因缘素果，圣人是不昧因果。而后密受心印，成即法寺。记曰：圣人说之见，当尽无是非，我今悟真理，无道亦无理。第四十四代不如密多尊者，西天二十六代，南印度德胜王之太子，决心跟随婆舍斯多尊者出家。祖师问太子说：你要出家是为何事？不为别事，不为那事，不为俗事，那又为何事？当为佛事。太子本具慧性，即允许出家之求，在王宫受具戒。P 十四，记曰：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应缘而化物，方便乎未至。第四十五代般若多罗尊者，西天二十七代，系东印度人，系大势至菩萨的应身。从小失去双亲，不知己名，特别喜爱拿着一串璎珞，人称之为璎珞童子。的欲不如密多尊者传法，便往南印度宣扬心法，颇得南天竺国香智王的护持供养与敬重，后传法于达摩尊者。记曰：心地生诸种，因是复生理，果满菩提园，花开世界起。第四十六、四十七代达摩祖师，西天二十八代，东土初代，初祖姓沙利慧达摩，是圆觉禅师，乃胡城古佛化身，降生于南印度，香贤国王之太子，自幼佛性不昧，从般若多罗尊者修行，继承西天二十八代祖位，于西元527年，奉佛命折卢过江而入中国，将到麦富孩中国，是为老水孩朝，尊为东土初祖，传真法，直指人心，不用文字，初度梁武帝无缘，次指神光大悟，后隐于河南中岳山、嵩山、少林寺，面壁九载，公缘果满，托化归西，遂将道统赴神光执掌，欲留幕后收元正语曰：吾本来东资土说传法度迷津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第四十八代神光祖师，东土二代，二祖神光基士，号慧可，是正宗普觉大师，后为洛阳人，乃燃灯古佛化身，降生于金陵，自幼佛性不昧，出家修道讲经说法，后的初祖点化传授至道，传道于金陵，道场弘开，道统受普安执掌。第四十九代僧璨祖师，东土三代，三祖姓于会普安，别号南泉，法号僧璨，是建智大师，乃灵宝天尊化身降生，自幼好道修行，常住慈化寺，好读华严经，能知未来，人皆称为菩萨，后遇神光传授心印，勤修苦练，法父曹洞执掌。第五十代道信祖师，东土四代，四祖司马氏，会曹洞，号道信，是大一禅师，乃灵皇尊者化身，幼时求道，得三祖授以心法后，摄心不昧，
身不到床席，苦修数十年，后住破头山雪旅云，四往湖北黄梅县，将道统传于弘忍执掌。第五十一代弘忍祖师，东土五代五祖黄梅氏，是大满禅师，乃灵宝金童化身，其母因食黄梅成韵，故取姓黄梅，又遇四祖传授至道，是母至孝，人皆称为孝僧。后遁基于政府房县房山石洞中修炼，道统受慧能，慧能执掌。嗣后分出两宗，建宗神秀，顿宗慧能，慧能四楼左方。第五十二代卢慧能祖师，东土六代六祖姓卢，号慧能，慧能是大建禅师，乃的藏古佛化身，母怀孕六载，其先祖本范阳人士，客居岭南新州，自幼好道，闻经有悟，始至访道，后至湖北东禅寺参谒五祖，祖命在寺随众作物，踏对舂米，受尽劳苦，彻悟本性，三更入室叩师求法，五祖传以至道，并受衣钵继承道统，主言衣钵未争端，只汝勿传，并尊主往南广度有情，后将秘法传之白马二人，副主白马天意已定，如启示中道将火宅和光同尘，勤参菩提心，永证涅盘果，未记曰释迦从此绝宗风，如门得法至道通，日后三齐开普渡，正心诚意和中庸，从此不传衣钵，道转火宅。六祖后至怀州上爱岭最高峰石室中修炼，经传为六祖言，后返曹溪而教大法，学者云集，讲经说法，化度有缘，而不传之于僧也。P 十五本在马之前。第五十三代白玉禅祖师，东土七代白祖慧玉禅，字如慧，号慧琼子，道号白衣居士，乃南岳大帝化身，降生曹溪，是遇六祖被恶僧寻追，救祖隐于家中供养敬上，是无师，六祖见其善根深厚，遂受秘法，主以火宅修炼，进度僧尼，命与马祖同掌道统，开化江西庐山说法度众。第五十三代马端阳祖师，东土七代马祖慧端阳，号道义居士，系西域十二代马明尊者化身，降生于曹溪，与马祖善交，常至白家的参谒六祖，祖见其德慧双美，遂受秘法，命同白祖兼掌道统，隐居于庐山岩，教说法度人，后将道统传之罗祖执掌。第五十四代罗卫群祖师，东土八代八祖姓罗，慧卫群，乃太上大弟子公远真人化身，自幼立志修行，遍访名师，由江西九江府是玉白马二祖说法的受制道，继承道脉，开化江南河北，者今泄露玄机，大产先天大道，为是时天时未至，众生孽重，天降黄考将道收引，祖已杀生了道，上乘法门至此，又告失传，以后遂传出一切旁门外道，待至清康熙年间，已隔千余年矣，天时降界，天命原始天尊分姓灵，灵凡为九代祖接续道统。第五十五代黄德辉祖师，东土九代九祖姓黄，慧德辉，乃元始天尊化身，自幼德慧双美，佛性不昧，经卷一览便通，
幼时的神人传授真传姚接道统产道说法，人皆称为神童。因度众心切，肯岛上苍早开普渡，诚感上天而得礼本愿忏雷俺三经，玄机大谢，又者黄极金丹，欲作三会收元平正父，后杀生了道，法父无祖继承。第五十六代五子祥祖师，东土时代。始祖姓吴，会子祥，号敬陵，乃文昌帝君化身，遇九祖在江西说法，参拜九祖的受制道纪长道统，开化广信，道产高山县，及后舍身替众顶灾乐道。吴祖乐道时，远近军民俱见祖跨鹤飞升，县府乃命敛丧礼祭之。第五十七代贺乐苦祖师，东土十一代。十一祖姓何，会苦豪乐苦，乃九天斗母天尊化身，素好清净，立志修道，后遇五祖意志相投，同修同练，得受真法，令四祖位。P 十六，产化洪都，后访至贵州，道统授予元祖执掌。第五十八代元退安祖师，东土十二代。十二祖姓元会退安，号无期，乃元始天尊化身，自幼佛性不昧，得和祖点化传授心法，承运道统，开荒前滇，复产道西蜀度化徐杨执掌道统。第五十九代徐海无祖师，东土十三代。十三祖徐祖会海无号极难，乃弥勒佛化身降世，世代德泽深厚，遇元祖度化，受真传。四楼右方，第五十九代杨海虚祖师，东土十三代。十三祖杨祖会海虚，号守一，乃观音古佛化身，杨氏历代善根深厚，喜悟丹经，自遇徐祖后屡考不退，得受至道，与徐祖统领天命执掌道统，教化群贤，后与徐祖替众顶灾舍身了道。徐杨二祖归后，元祖复掌盘调理，至元祖了道，嗣后邪魔乱道，元祖乃显象于汉阳，派出五行十分正邪，永定云城章程。司时仙佛圣真同五老分性灵将士助道，阐发经义，解八部丹经，作收元之顶瓶。第六十代姚鹤天祖师，东土十四代。十四祖姓姚，会鹤天，号明池，乃瑶池金母化身，按受天命承运道统，传道数年，复法王祖执掌。第六十一代王觉义祖师，东土十五代。收元之始，十五祖姓王，会西梦字觉一，号北海老人，乃水晶子化身降世，又丧父母，替人牧牛，十七岁往山西访道，得受真传，者有礼数和解，三教圆通等，重新阐明信理真传。至光绪三年1877年，承运道转贵州，西干堂改称东正堂。第六十二代刘清虚祖师，东土十六代。三教合一，十六祖姓刘，会化普，号清虚老人，乃姜太公化身，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承运奉命三教合一，东正堂改称一贯道，弘扬其满。附注：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祖师刘清虚开始以一贯道传道，至中华民国94年（公元2005年），
满百周年，一贯道总会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于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广场。Underscore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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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羊应运普传第六十三代陆中一族师，东土十七代，十七祖姓陆，会中医，号通理子，乃弥勒古佛化身，降生于山东济宁，又丧父母，只一胞妹，观世音菩萨转世，曾投军旅，后往青州访道，拜谒刘祖，经三年磨练，于三十岁时承命回原籍产道，应运普传，尊为白羊初祖。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升天，天命复工厂祖继续普传。第六十四代张天然祖师，东土十八代 P 十七，十八祖姓张，慧光，毕字魁生，号天然子，乃济公活佛化身，降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山东济宁，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玉露祖授以真传，于民国五年承命助露祖产阳一贯真传，复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奉天承运祭十八代祖道脉，司长道盘，而半收元普渡三曹，即飞鸾已开化，假人言已传真，神人共产，拯救亿万性灵返回礼遇，其天命将延续万八年未传道之名师。第六十四代孙慧明祖师，东土十八代，姓孙，名素贞，字明善，道号慧明，山东丹县人，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于民国十九年与师尊统领天命，同掌白羊道盘，自接续师尊之重任后，马不停蹄，日以继夜，为救三曹生灵，夜不安息，昼不甘食的救世苦心，悲怨感天，道悟蒸蒸日上，将法音传遍万国九州，黄河决堤显出天机碑文，云集三六中秋夜，人虽原计道犹存，仔细太阴计承接，利己利人天命单，言简一生难醒觉，见了不忍视天机。山西省大同府七佛寺称碑文，母定三阳渡元人，副使西皇降道元，临出太公产圣王，太来天真半收元，公长子密祖，承担万八年天命，普渡三曹，继续办理末后依着收元大事。三楼中门左，大慈大悲大智大行大愿大忠大孝大义大德合道，又至道至德至忠至正至精至圣至虚至灵至诚配天，无极牌坊，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结网设计佛号佛像，一贯道文化蕴含其中，貌似中在觉经中，经中在觉，在觉经中乃是和老前人于民国六十年所召开在觉经中班，和老前人主持新义道场，多年来的辛勤开创已有相当规模，而且已将修办到一切事项亲禀于师母的，师母之慈欲良多，和老前人感怀于师母之慈欲，且因应新义道场在开发在创造之神圣使命，事故召开在觉经中班，
阐明如何醒发良知良能，以为道体奠基，只是自觉反省加强。 P18 内修，以为道场真实生命催生，标举天道灯塔，以为归根复命之理据，号召贤良志士以似铁一般之浩气精神，当为普渡收援末后医者的殊胜助缘，如是自觉性的敲醒自信经中，无远弗届，无为不至，其能人人得以归根任母，灵性先天母。左开南平一脉正宗圣业圣德朝母神元灵山。右继东鲁一贯真传慧命心法永续一和圣堂。云宝二同，云等于阳，宝等于阴，一阴一阳之谓道，天下万物生焉。左护法，关圣帝君。右护法，吕先祖。先天佛堂总护持，三楼圆主。左一天地何得执诸鬼神而无一事以知天，右一日月何明百世四圣而不惑事以知人，左二大道使素西农黄尧舜与汤文武孔孟文佛达摩道麦西来传正宗，右二白羊立盘记录祖公长子系张秋盛和心法皆演成运会命万八年，时值三期白羊应运大道普传与还，上天降道弥勒掌盘恩师直指根源，上根诸真助道开荒，全命共驾法传，有缘缘人冯玉明师的文信里真传，天之垂怜降道普救万灵之际，依赖诸真悲怨鸿生，把道广传四海之愿行。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弘人。自从师尊师母奉天之明命传道以来，天即人伴，人即天助，几十年间大道已传遍世界，这乃是天意之使然。但最可敬的就是诸位老前人们，抱着悲天悯人之慈怀、宏大的志向、无畏的精神、忘我的奉献而开荒布种、度人救世，将大道传开，遍于全国及至全世界，使有缘缘人闻道超生，已登道岸。新义一脉由张武成老前人自民国二十五年在天津开设佛堂以来，经其睿智之开创，道开于北方各省市，广度缘人无数。于民国二十八年派命邱鸿儒老前人负责领导哈尔滨市道务之传播，经邱老前人全命推拓，道务发展神速，遍布东北各地，时值盛考兵。老前人素具善根，宏愿资深，舍身舍命广度世人，沿哈尔滨铁路各县伸展道务，在人臣天助之下，道务发展急速，时至民国三十六年，经张武成、邱鸿儒、盛考兵三位老前人之提拔，派命何宗好老前人于三月十五日春季大典日立院后，发足南行往台湾开荒，经其辛苦的经营，大力的推展，方有今日新义在台湾之道基，以及新义道传世界之道场。左三义经人熟博厚高明尊钦佩天。 P19 右三何中达道博文曰：理中数在人，何等于何？三楼前左方图，
万众朝天。济公老师慈训，我们修道修心，我们办道尽心，我们不与人家比短论长，我们不与人争强斗胜，我们委屈自己，圆融十方。我们是苦海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任人践踏与毁谤。我们要低下头，我们理直气壮，我们屈身自如，我们道念坚强，我们不白牺牲，我们不白来人世上，我们不白过时光。虽一人谨系多少苍生性命，看重自己，不需要彷徨，不需要受自己的爱障。树立一条正确的目标，让千万人安安稳稳的直上，让千万人沾到慈晖之光，让千万人沐浴在天恩的浩荡，让千万人乐脱这苦海的汪洋，让千万人的九玄七祖一起沾光。三楼前右方图，万点金莲。慈母心语：苦海流，孽海流，流来流去不回头，永在苦海流。垂金线驾金舟，一贯法行四海游，措辞别无舟。仆仆风尘披露餐，朱颜并霜天，越过千万岭，车路滚转千万里，独守清规立标杆，道成尘灰仙，司徒泪浮脸，宁愿软禁数十年，求上天涯关考免，叛徒到红斩。三曹普渡，师尊师母应运的寿名师一指，得以正品莲，登上莲台果位。以莲花代表师母之精神，出污泥而不染，水柔情似水，圆满八面玲珑，石头太湖石中空星空。四楼前左方图，万流归宗。弥勒祖师慈训：在挫败之中不忘上进，在穷困之中不忘行持，在苦恼之中不忘欢乐，在造罪之中不忘忏悟，在获得之中不忘施舍，在失败之中不忘坚强，在艰难之中不忘了愿，在分歧之中不忘统一，在犯过之中不忘自新。四楼前右方图，万众仰止。止院长大人慈训：永恒的信心是维持灵光不灭的由源，灯塔之设立必须有不惧风雨来发挥它的功效，不畏孤寂，尽职岗位的守护者，引导在逆海迷行的船只安全航向彼岸。 P 二十，广场大门牌楼。左，神光慈辉仁义存心普被愿人。右，原处真如中和一性道法自然。